跑得到时候，导弹一定往你身上射，顺便射你的婚纱对象，把战备跑道也炸掉。哎，确实，我跟你讲，到时候政府应该是要发给胡迪一个就是荣誉勋章之类的。因为如果是这种隔着海峡对战，第一件事情就是抢制空权，所以第一件事情一定是先射导弹啊，导弹要先射的地方一定是飞机跑道，让你的战机没有办法起飞，一定是先这样子把制空权抢起来。所以蝴蝶那个飞机场可以帮我们挡一发飞弹 ，OK。我大概看了一下，顶多300发。第一次射，有人说含发射器加起来大概280几发，280几发蝴蝶那个飞机场可以帮我们挡一发。在这边，我们为中华民国国军为蝴蝶致上120发的敬意，真的。那个飞机场帮我们挡一发，漂亮。